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对台北来哦，南港来的高嘉瑜。李伟高嘉瑜二十二号上午陪同台南市东区市员候选人蔡小薇来到崇德市场扫街拜票。因为小薇是非常优秀年轻的议员哦，虽然是第一届的议员，但是已经在这个议会的任期里面得到四次的优秀议员的肯定。那这次竞选连任，我们当然希望这么优秀、清新、然后美丽的这个新生代的政治人物能够继续为台南来服务。那台南东区也需要一个优质、然后女性、然后温柔的力量，然后在我们台南东区能够让它更进步更好。那尤其是小薇也是这个成大经济政治研究所的政治经济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所以也是台南在地的女儿，所以呢更能够了解台南乡亲的需要，所以我很支持蔡小薇。一路上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更有摊商送到菜头，体现了因伫咧基层的好人气。蔡小薇议员，请我来这里唱歌给大家听。啊，我等一下呢，沿路唱《心花开》，祝贺我们摊商的好朋友，大家拢大发财、大赚钱，大家拢心花开，好不？高嘉瑜来到广播室，甲市场的民众拍招呼，马上煞献出伊的歌声。随着选举愈来愈晏，蔡小薇拼尽全力，甲选民博感情，争取支持甲认同，继续连任落去。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